注意，鹅啊土石流来喽！台中猛到极致的火锅，龙虾肉质鲜嫩肥美，吃一锅占整碗，太嘎吼矮嘿美森。今天来到的是位于台中北屯区的金钻涮涮锅，他们家主打的就是新鲜活体大龙虾，三千加力牛奶贝、蛤蜊陪伴在波士顿龙虾旁，一上桌就可以感受到他们要传递给你的生猛力量。再来这锅数不清的鹅啊，一次入锅，美森用看的就觉得兴奋喽。各位选择这个爆料系列的、都会附上两盘大肉盘。不只要让各位成为海之霸主，也要让你们享受到肉肉的满足。波士顿龙虾和牛奶贝的肉真的是 Q 弹到没话讲，吃得超过瘾的。鹅啊大大小小全家人都在这里哦，一口咬破小白肚，满满鲜味吃进肚。今天选的这两款爆料系列哦，分别是爆科锅和爆龙锅，都会附上肉盘、蔬菜、鸡蛋和副餐哦，分量其实非常的够，吃不够再来一碗鲑鱼软温泉蛋盖饭吧。梅森问各位哦，你们知道吃这种火锅最鲜的是哪里吗？就是他们的汤头。火锅吃完后，加入白饭、鸡蛋、葱花熬煮成极鲜杂炊。今天这餐吃完哦，我想应该当爸爸没啥问题了吧。